拍是拍什么？对的。好，可以了。这样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再来点。他是带着教育生跑尾波叫什么？爸爸好。女儿们乖，哦，不喝了，乖乖乖，亲一个，扇一个，扇一个啊！录了一吐一吐，吐好多次了。太累。我心目中的大牌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，是他丰富了我对现代男性的想象。阳光、汗水以及直率，鼓舞着我每一个蠢蠢欲动的细胞，随时想要沦陷在他的魅力国度，势必尽情挥洒。人们常常说，上天是公平的，有些人有才华，但是没有外表；有些人有外表，但是没有才华。可是，当你看到了我今天的这位至尊大牌，你就会开始重新思考这句话。欢迎我们的潘帅潘玮柏。大家好，阿佑好，你好呀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对，真的上天真的是公平的，我有才华，没有长相。你很帅啊！对，开玩笑，就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，你这句话讲得非常对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可是我们要大家去重新思考这句话，就是因为你坐在我身边的你，能唱，能跳，然后又能演，然后又会主持，是很多才，又有才华，然后又长得非常帅。谢谢。所以上天公平吗？我觉得还没有很公平，我也希望我长得跟金城武一样帅的。你是觉得自己还缺什么啊？现在没有，我觉得是那个，就是你知道，蛮异于现况啊。就是我觉得，很开心可以做自己做的事情，比刚刚讲的那些，我觉得更重要。因为我觉得，就是如果能，你知道，投入在自己喜欢的工作里面，或是兴趣里面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，所以应该，谢谢这个老天爷，你知道，有给我这些机会可以做这些事情。哇，很多潘玮柏的粉丝在这边，然后站在我身后，这群穿橙色衣服的，就是马来西亚威尔邦，所以现在他们要向潘玮柏喊一下他们的口号，一、二、三。身边的就是威尔邦的其中一位歌迷，潘玮柏本人帅不帅？帅。爱不爱潘玮柏？爱不爱加油。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女生刚才有上台玩游戏，所以给她的感觉怎么样？兴奋。很兴奋。你是知道所以给她上台做什么表演？我做什么表演了？就是猜歌，对。哦，所以猜他的歌，对不对？有跳舞吗？跳舞的不是你。不是我。好，所以有什么话要跟潘玮柏讲？玮柏，我喜欢你很久，你要加油！上的一些资料，我们发现潘玮柏不喜欢绯闻。啊，对，不是不喜欢，因为我觉得绯闻无聊。所以在众多的绯闻女友里面呢、啊，就有一些杨丞琳、江雨晨啊、Vivi 啊、林依萍，就是有一些因为戏剧的话，一定会传出一些绯闻。然后哪一个你觉得最扯？就是扯上绯闻就莫名其妙哎、欸，都很扯，是短短的，都很扯。哪一篇报道写的你觉得哎？怎么会这样写？然后你身边最新的吧，最新的那个吧，什么那什么那什么 Vivi 那个，对，他是我
认识很久的朋友，他们就第一个他们写错了，说是我高中同学，不是我高中同学。uh-huh. 后来认识，然后他们说我出钱不是高中同学，不是高中同学，对、啊。是我看的新闻也是，所以啊，新闻都是认识的、啊， uh-huh. 所以然后后来还有说就是那个说我同，因为我太爱他，所以我投资他开一家公司。我只是小股东啊。所以是真的有一些生意上的投资啊，对，因为他做了一个网站，我觉得还蛮有机会的，然后过来投资他，但投资的是小股东。结果跟你真正的关系是？真正的关系就是好朋友啊，是好朋友，是后来。他男朋友是我前男友，吓到我，吓我一跳。他的前男朋友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对，他朋友要结婚了，不要再乱写。所以反而是可能是还好他的现在男朋友要结婚的男朋友。不是华人，看不懂华人，啊、看不懂中文，对，不然还得了啊！就不要乱害。有哪一些就是传出了这些绯闻的报道，然后家人真的相信，就身边的好友跟家人真的有一直追问说不是吗？最近这个妈妈就是妈妈怎么问？真的最近有点无聊。妈妈会不会讨？妈妈会不会跟你说哪一个绯闻女友她比较满意？还好，就这个还不错。她最近打麻将打太少了，大概，所以没事在那边看这些八卦杂志。嗯对啊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呦，有一天突然这个新闻开始之后，我在香港突然传简讯给我，哎，微博啊，老师说啊，你知道，你看起来还不错啊，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回了一句，妈，你也无聊哎。”对啊，因为你就看，如果你去相信这些杂志干嘛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就会带回去见爸妈嘛。一定会。如果是女朋友，一定要见爸妈，因为要看爸妈喜不喜欢。之前你不是有跟媒体说你有暗恋的女生吗？那是可能不是唱歌，不，那是你知道，因为记者会嘛，怕他们没新闻写，所以送他们是假的吗？啊，当然会有暗恋对象，所以是听说是一同拍戏剧的人。哦，我们有没有拍过戏剧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还目前还没有在荧幕上出现两个人合作的这个画面。有，就是大家如果在网上去搜寻的话，是找得到这个人的一些影片、一些资料。谁在上面？我在跟老天爷说太久了，没有了，就是大家就是我不是很说实话，不是很喜欢讲，所以差不多就好了，差不多就好了。再讲下去，我会觉得好像你在开我的心脏的那种感觉。你掏心掏肺啊！我掏不出来。我们是同性恋，所以感觉最特别，最特别的杨丞琳吧，特别难受，半夜。你演什么？这个摄影机，你该有在拍我吗？黄伟博之前在一些戏剧里面跟很多的女主角有很多亲热的戏份，然后夸张的。因为真的是有碰，有一定会有一些碰到。是是是，然后我想知道是这样多跟你合作过的亲热戏份的女生们，谁的感觉最特别？谁感觉最特别？最特别的杨丞琳吧，特别难受，对，特别难受。
陈琳，他你问他，他也一定说特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怎么讲呢？我跟他就是认识太久了，然后就真的很像兄妹。那像兄妹的话，听起来就是那个感觉真的没办法，就是一亲就好恶，所以就那么我们两个大概一辈子都不可能当。你们会整对方吗？就是在吻戏之前去吃一些口味比较重的食物。不会，反正认识很久，就专业想捉弄一下。我不会。所以之前你还有做一些那个功夫熊猫二的配音，啊、就是一跟二都是你配音。对。所以你可以现场讲一两句。我刚早太早起床了，所以请进戏院看好不好？对，那配真的很伤喉咙、嗯，因为它很多的需要用喉咙要尖叫啊，然后因为它太多的，对，它一下要这样，一下要那样子，然后又飞来飞去，然后到很多的尖叫声、嗯，那个其实还蛮辛苦的。然后我就跟他们在聊，他们说听说会拍很多集。因为太受欢迎了，所以接下来我说，所以你一直说，你一直说我45岁的时候，我要再帮你配音。等一下，这个摄影机，你该有在拍我吗？还是你是在拍他？你今天第一天来嘛，对不对？你好像不懂我们节目要怎样拍耶。人家特地从台湾来，然后是不是要拍的好一点？刚才我看到你的机好像有一直在 zoom in zoom out。所以人家特地从台湾来耶，然后这个月是他生日哎。我在想，怎么可能？我想他哪有出面出脑了？我也在看呢，我主持人呢、啊。所以该有三，谢谢生日快乐，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，非常开心。好，我们感谢。所以你喜欢听生日歌吗？我们全场一起大合唱。好不好，这么好意思？好了，来了，所有大家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月已经过第8次生日了吧？每个人都帮我庆祝啊！去来马来西亚去第二次，好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一起跟你唱首歌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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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好拍好不好？不要闹了好不好？不要再说民族。台湾来的啊，不是，谢谢，希望这个，希望的收视率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大家这个身体健康。万事如意，好，万事如意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有更赚更多钱，但是要记得回馈社会，好不好？说专辑打满808，好，耶，谢谢。这是我们好拍，好好拍啊！这是我们节目送给你的，希望你的专辑大卖，谢谢，然后也希望你快乐啦，这样。之前你有跟 Burner 说，是你很想跟他合演电影，对，那。对，没错。你懂不懂？其实我有跟他一起都是拍电影的。哦，对，就是最卖座那部片嘛。对。哦、真的哇！你好，久仰。所以这一次我想说，如果你下次要跟合作的话，这一次我们试一下看我的演技，看在下一次你要不要把我纳入你的那个名单。好的。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一个大牌小剧场。是。热身题，来。10年之后的偶然相遇。唉。我好孤独啊！为什么我没有伴呢？啊，是韦伯吗？你，韦伯，你，你记得以前我们很喜欢这样牵小手吗？韦伯来，有吗？我抱抱抱我抱我快点抱我快点，好像以前这样的热情啊！拥抱快点，快点！哦，我好想你啊，韦伯。是的，哇，怎么样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10几年前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过得很好，你还是长得一样那么的帅耶！哦，谢谢，你不一样了。你喜欢以前想抠我手心啊？抠啊，抠快点！好恶心啊！这个哎，还不能看。好，你都没变，但是在我眼里，你感觉不一样了。我哪里不一样了？我不知道怎么说。还是你爱的那位吗？我不知道。最近这样那么久，你也是我最后的一任女朋友，所以你还想我？来来，再抱一个。你好想。10年前到现在，我们分手之后，我没有交过任何的女朋友。你心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那我看一下，快。好像没有了。我觉得我这样的话，我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我没有找到适合的对象？没有人喜欢我，没有人爱我吗？没有人爱你吗？
你们没有人爱他吗？有。有啊有啊，很多女生在讲有啊，怎么了？真的很多女生在呼唤我。对啊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都没有办法往他们，不想往他们那边去走，我只想站在这里一个人。为什么？你要跟我解释，因为你是我最后一个曾经交往过的女朋友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有内力了吗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是因为经常不洗牛仔裤，然后不洗袜子，然后女生们都没有办法接受你的拉拉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暂停，牛仔裤不洗，袜子会洗。袜子已经换新了，没有再洗。怎么会这样子？谁？谁？我突然惊觉一件事情，是这一位吧？来来来，他长得好美貌哦！不会是他吧？他为什么我对他有难以抗拒的感觉啊？你们对望十秒。如果你要证明你真的你看爱上了他，在餐厅里穿这样子很奇怪啊。没有啊，就好，非常有魅力哇！哦，体格哦。我看他肩上的肌肉，哇！我感觉到了。什么？他一直在抗拒我抓他的手，哎，难道你们是？我们是同性恋。怎么原来？谢谢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你终于为我解答了。我终于感到，终于感觉到我的春天来临了。我如此的开心，如此笑的灿烂，我十年之内都没有这样子的感觉。接吻，不用多说了，我来帮你打理你的领带吧。好了，好，谢谢，老板。对，因为你刚刚迟迟不告诉我说我是同性恋，我只好自己去找猎物了，你知道？又越的越读的不够。哇，这其实我真的演的还蛮烂的，因为这个真的蛮难演的。我演的好好啊，就是你给了我很多 cue， 就是让我可以知道哦，原来要这样演。好好啊，演得好好啊。Yes, yes, 谢谢你。Okay. 这个陪老婆产检遇见怪护士，要求跳舞才能拿报告。我喜欢这个。你喜欢这个？我喜欢这个。我要演护士，我要怪护士。那谁演要神产？谁演产检？产检是有动作的。你喜欢两个太太还是一个？这动作不好演的。很好啊。产检的动作怎么演？就没有，你们已经产检完了。哦，产检完了。你们要向护士拿报告。你想要现场表现产检吗？我也不会演的，因为我也有这方面。我想多了，电影看多了哈。下个，所以你好，那我要抽角色啊。好，哦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下一个角色。马来西亚电视台现在尺度这么大了，穷书呆子哇，穷书呆子不可以有小孩，因为太穷。为什么？没有办法照顾一个家庭，啊。所以你演不到这个。可以。你先生是潘玮柏？不，我是潘玮柏，不小柏。长得好帅哦，你的先生，所以你不是潘玮柏？潘玮柏是谁啊？我只知道乔治华盛顿。我想看他有没有怀孕。哦，肚里面的小孩吗？有还是没有？有怀孕啊，不然来产检干嘛？怀孕了，所以你是健康的在里面，小小的。对对，而且还在里面跳舞哎，还有潘玮柏的影子哎，还是在跳潘玮柏。原来你在外面。对。对啊。所以，那我可以看报告吗？不可以耶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证明你是他爸爸的话，你就要跟他孩子跳一模一样潘玮柏的舞才可以。可是我只是一个穷困的书呆子，我第一是我养不起，第二我没跳过舞啊。这样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给你。你一定要跳舞。一定要跳舞。你一定要跳舞。有什么互动的，我可以跟你太太一起跳吗？跳。还是你要跟我跳？我跟老婆跳。所以什么互动的舞？我跟互动的舞。你老婆，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你会跳什么舞？我什么都不会。没关系，我之前在书里面有看到人家跳舞，我有学下来。什么书啊？快快的！叫《最后的探戈》，最后的探戈。这首歌吗？对，他有把它谱成一本书。OK。他好像是说右手碰左手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右手碰左手，然后你扶我腰，我扶你腰，这样子，然后两步，好像是一步两步。再两步这样子好不好？好。然后为了孩子，我们一定要有没有孩子，男的女的，我们要好好的。虽然我希望没有，因为我只是个穷困的书呆子而已，我不会养孩子啊。一二三，嘟嘟嘟嘟，
哎，先让开，老婆先让开，跟我跳。你先试蛋好不好？来，我要节奏比较快的。好，一二三。好难跟那边走。你要什么？你要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。真的吗？抬一只脚，不是两只。我可以公主抱吗？快，不，另外一只。哒啦！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把手借给我哦。我也在吃饭，还在工作，都要好好的。这首歌《小小蚂蚁》送给你们哦。我想保护你，但我算什么？要努力爱你，我能做什么？这世界很美丽，很无情，烦恼很多，让我给你快乐生活。哦哦哦哦，去了风霜的冬往前走，为了梦忘了痛，你等我好几年，为了这个缘停不去看旁边的世界，让马路斑马线走呀走，一口气一场雨没关系，让我背上一身你的爱情，请你跟我一起走，我就是爱你爱你，我就是爱你爱你，我是你小小蚂蚁，带你翻山越岭，我常常睡不好吃不好，但是开心，我不会改变方向的，只想成为你身边的贵宾。谢谢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谢谢傅伟博。